因为她的年纪最轻，然后又是女孩子，可是她呢，每次一对一好像听说都把男孩子打爆，是蛮厉害的。也不是啊，就是把基础做好。其实做一下假晃，他们会飞起来。哦，做一下假动作就飞起来。因为那些人喜欢盖帽，他做假晃，自然而然就飞过去。那有人骚扰你吗？这三个礼拜？敢骚扰我的话，应该会很多人站出来，然后帮我打掉吧。哦，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他们都很帮我，他们都所以有骚扰？没有了，没有了。我假设如果现在年轻人交朋友自然了、啊、OK 好不好玩这三个礼拜好玩啊想不想回家把这边搞定之后再回家安搞定了、啊、先搞定那就是完成了解 OK 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祝福你今天要顺利哦